还和刘伯温没有那么大把握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要想活命，你应该明白自己该干什么。弹劾刘伯温，疑似有官员假传圣旨，见丞相，培养入政。那咱现在该怎么办？打草惊蛇呀！你二师兄，这是我自己的东西。我哎，我这二师干什么呀？这是给我来！哎，你欺人太甚了！住手！各位，放过这位老人家吧。他这一死，我的心里还是不踏实啊。未来娱乐台神算刘伯温。